圈，手拿麦克风，站在台上演讲，分享经验。台东县长饶庆麟远赴意大利参加活动，但台风山陀儿来势汹汹，台东列首波警戒范围，县长不在国内指挥坐镇，引发县民不满。如果台风天连机关首长都失踪，我想整个县镇是失焦了。那如果台风出来，来到侵袭到台东所造成的灾害，指挥官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关键时刻大人不在家，不止议员无法接受，网友更灌爆饶庆麟脸书，狂轰县长飞机有停飞吗？我在家已经开始溯溪，就是因为饶庆麟23号率团参加国际慢食活动，表定10月4号返台。另外，台东县兰屿乡长谢胡元、关山镇长彭成峰，连同卑南乡、鹿野乡至少8位乡镇长，同时间出访参加柏流国庆，参访时机哀轰。这个会议在中午之后1点可能就要马上去机场。来做这样子回复的动作，台东的一个情况，我的秘书会跟我联络。我们乡镇长呢，代表台湾来做出席，非常的荣幸。但是我们更加把我们这个乡镇的民众的权益放在第一顺位。台上欢度柏流国庆，台下各个乡镇长手机滑不停，忙着掌握国内灾情。而饶庆麟身为台东大家长，也提前结束行程，火速赶回台湾。毕竟现在防灾防台是首要任务。华视新闻陈君毅、潘玉泉、陆雨欣台东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